依然呼风唤雨，就算是换了场景，礼服搭配的人是球鞋和工作裤 stylish， 已经习惯把不成立变得成立。女友家里因为我放弃了原本书香门第的标准，是为我而改，顺利融入了城市的环境。再放眼望去，甚至原居民大多数比我都矮，他们格局只是池塘，而我眼里是海。世道变了，老子不改，坚信古老法则来自丛林，所以加了料的电子烟收回你包里。曾经经手的东西比这十倍的狠，在丛林生存最重要的不是残忍，而是谨慎。